谁打给我啊？我妈哎、欸，不接，干嘛不接妈电话？哎、欸，对，你不觉得烂铃声其实不错听吗？对耶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哎、欸，之前不是有人把 iPhone 铃声改成一首歌吗？你有听过吗？有。如果 LINE 变成一首歌，应该还不错吧？应该不错。可是谁会这么闲把它改成一首歌？